主机背板功能介绍，在背板的左方可以看到电源开关、电源输入孔及 USB 通讯副。此通讯副主要用来连接电脑。再来看到的是影像输出入端子，其中上排 Input 1到 Input 4为影像输入端子，下排1到4为影像输出端子。影像输出端子1会输出 Input 1的画面，影像输出端子2会输出 Input 2的画面。 Output Main 1跟 Main 2为影像矩阵输出端子，可以自选输出与调整亮度、增益值，或操作摄影机时会自动切换画面。 Receiver 为会议主机的连接副，提供 RS485 跟232的控制端子。485主要用来连接 FCS 系列主机 Speedon 的控制端子，232连接 FCS 或 EDC 系列主机 RS232 的端子。 Transmitter 为摄影机的连接副，提供 RS485 跟232的控制端子供使用。在面板的左方，我们可以看到预留的4pin直播开关码，为耳后扩充时使用。